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 number 201。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梅子啦，系要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做嘢喺日加达10年。2015年到2018年，我照顾小朋友，男仔3岁，我帮小朋友种了五心蕉心，我俾小朋友食饭，我俾小朋友玩玩具。你将我嘅自宽自松细心动心动咩系先咪松？你中唔中意照顾小朋友啊？中意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你吃不吃豬肉的？我不吃豬肉，但是我可以吃豬肉。你怕不怕狗啊？我不怕狗。好，在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